Oh boy. 一二三四，可以，我们分数很好。哎，你是黑仔啊？你们单身？你有没有单身？都单身。是的。他找就好。你喜欢什么星座？怎么说？喜欢会出现在这片海域。好会讲话。是主持人了，好会讲话。还真的是，没有之前是。喜欢大海的，还有阳光，有健身。你有健身吗？有，但最近。可以了。最近可能不太妥。高来站起来看看。160。还蛮高的。这吗？啊，那么久，好。帮他找一个厉害的。厉害是什么意思？动厉害。为什么你讲出来就觉得怪怪？那你现在做什么职业？吃饭吗？啊，真的？哪一只？是星球队，味全龙。那你家还行。好。那大家就是拉拉队可以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赖可。拉拉队一定很会跳舞的，坐着跳。不行啊！3、2、1，Go！ 这怎么跳？这没有办法。男生大小？大小。比你大还比你小？比我大。你多大？24。好的。我们去找。哦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喜欢什么星，太久我没有跟男生出去。今天就可以跟男生去海边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这里。我去找。等等见哦。好。2000 years later。帮你拍这一个。你有单身吗？找到一个女生还不错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在科技业。哦，工程师。哦，对，工程师。几岁？31。可以。运动哎。偶尔。你是学什么程式的？我不是 coding 的，我是硬体研发，就是弄 PCB 设计电路板。那你是念什么的？就电机啊。单身巧，确定啊？发誓。我发誓，我单身。确定啊。什么星座？摩羯。哎，来了。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叫我阿香。未来有什么规划？先继续做吧，做一部看一部。休闲娱乐是什么？就冲浪啊，打篮球，因为现在没办法打，所以正徒手健身。还有的。看。哦，喜欢看电影，我等一下再问他来了。然后我可能一直在被烫死的。哇，我真的觉得很烫。那我鞋子给你，没关系。还是我鞋子给你啊？没关系，真的很烫。有点烫。好的，够吗？哇，这样就是比较凉。你确定？好，我背你上来。没事。真的很久没有动，你要保持良好状态。很壮。我觉得不错。真的吗？工程师。很棒。可以，哇，浪漫啊！这是他的板子，给你介绍一下。嘟，他刚下完水。现在呢，在我的右手边是我们柳云，那目前是全职啦啦队。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阿香，香喷喷的香嘛。
啊，他叫阿翔，目前是硬体工程师，电路板设计，31岁，目前住新北市。数到三，你们总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 ，Go！ 哇，好浪漫哦，天空好漂亮哦。哇，跟你介绍他阿翔。你好。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鱼尾纹？这种写程式的，就是鱼尾纹会很深啊，要一直思考。啊、哦，是是是。他是那个电机系，现在一直在研发电路板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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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在练。他喜欢那个徒手健身，就是没有器材的。他喜欢跳舞，平常要怎么帮人家加油？教我教我，帮我拿帮我拿。教他教他，讲错，教你教你。教很多耶，有很多，要哪一个？一小段简单的。今天没有音乐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就拍四下，然后这样子。好好好，哇，好好看的，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加油加油加油吧，2、2、3、4，超有爱的，很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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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他平常很爱看很多的电影，喜欢吗？电影会看。哇，素颜，你素颜很漂亮哎。是吗？我刚刚想说。你还化妆呢？你看，你都脱妆了。有，我以为我有擦防晒。哎，睫毛很漂亮，真的。那你们加一下联络方式，有没有手机？他的手机有带吗？你先帮他加好不好？人家刚上岸，然后你就把他装。是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互看10秒，真诚，3、2、1，Go！ 哇！很棒，恋爱的感觉啦，聊聊看哦，打分数，来可云这边，有几分到几分？有1到100分，1到100分，85分。喜欢大海就先加分，感觉没有很聒噪，因为我喜欢比较安静的男生，感觉有在运动。哦，我觉得人还蛮诚恳，言辞很诚恳，真的。好，我来问他。职业蛮特别的，身边没有这样的异性。Gas 嘛，都可以留给后面的。哦，对。来，我们分数很好哦。我们现在来做最后一个互动，友情的互动 ，Go！ 脚好酸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扛。好了，小心安全哦。好 ，Go！ 站起来。哇！可以。你真的确定？肚子注意。来，浪漫，好，可以了。好啊，那你们要当好朋友。好。对啊。有吗？有很乖吗？有。等一下，我们已经在星游上面帮你找到一个男生，他马上就会到现场了。好。事实上就是这样子，蛮推荐用的。我在上面呢已经找到面的真实一个会员。没有那个酒，好，你要不要展现你的才艺给他看？什么才艺？你不是很会跳舞？Let's go， 大家，这个是大木86，是靠中药汤，还有运动和睡觉。对，所以多睡觉很重要。未来有什么梦想？当健身房教练。你现在已经是啦，实习而已。你已经在你梦想的道路上。那大木是喜欢高的女生，今天来的女生170。那大木用 single 多久？没有很久，我是看到你的那个配对，然后我就下载。那你使用起来感觉？交友广泛，然后是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女生，然后蛮好聊的。人很多，会员很多了。你用 single 有没有一个礼拜？有超过。好，那我们来见面。哇，这是超高大的交叉，你们差了一颗头。我右手边送我们的香香 Mizuki， 那目前是模特。那在我左手边呢，送我们的大木博士。那目前全职是健身房实习教练吗？那我现在数到三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。准备好了没？1、2、3。握手，他是大木博士。你好，大木博士是那个神奇宝贝里面的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只知道那个正电拍拍。你不够中二。正电拍拍是什么？你才不够中二。我不够中二。有够高吗？有够高。他喜欢高的女生，很高很高。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他？你喜
喜欢吃什么？不挑食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铁板烧。大埔铁板烧。在附近就有一家。在附近有一家哦，那你也喜欢吗？就是都不挑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哈哈哈有空继续吃，大埔很好吃，而且 CP 值很高。对， CP 值很高，家里的味道很好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天秤。那你是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这个月生日，前天生日，大前天。怎么样？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你住哪里啊？我住台中，这是上来读书准备的事情。哦，所以现在都在台北哦。对，在国军的。哦，健身房。等一下有空填资料。啊，不是。你有在？他要去健身。是哦。他要去他的健身房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总有一天合约会到的。哎呀，到了就看你的诚意，要不要换家？这样也很好啊。未来想干嘛？当健身房教练。真的？对。你现在看起来很薄哎。对，很薄的。每天努力都在吃，都在动。好。多吃一点呐，你看起来不薄哎。该有的都有吧。有，多吃铁板烧就可以这样。可以可以，那你们要交换一下联络资料 ，IG 或者什么都可以。你的账号是？好，我已经追踪他。好了，壁咚186直壁。啊！十秒，看眼睛看眼睛。你干嘛？我看一下他的眼睛。十秒，准备好了没？来，一个十。厉害的感觉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要来打分数，你先给好了，走。好，怎么样？整体看完。蛮大方，个性蛮好，当时请打分吗？现在是。现在先 give me five。哦，我看不懂他一直这样子，什么意思？满分是10分，你会给他几分？8.5分。哦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因为他讲话感觉有点活在自己世界，很好。好玩，好玩的感觉。对，能逗乐。对对，要换健身房的时候会不会联络他？会啊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我去问他。只有第一印象来讲的话，你会给他几分？1到10分。9.5。很高哎，为什么会给9.5了？身高过高啊，然后也有在健身，因为我喜欢会运动的女生。很棒，太好了。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他给的好高哦，9.5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没给我10分？不要啦，已经很高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我们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问：爱的 give me five， 你会不会？我教你，我教你这样子。爱的 give me five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拍张照拍。